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cholar。 本期视频是东马沙巴雅碧的发迹一杂面，也是沙巴旅行的第一集。沙巴我们主要去了雅碧和山打根两个城市，是一次非常完美的美食之旅，体会了沙巴一些特色的饮食，请大家慢慢欣赏。本集视频配字为软件自动生成，如有错误还请大家体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cholar。 OK， 我们现在呢终于来到了马来西亚的东马沙巴雅碧，就是这个沙巴的首府 KK 名字倒不少。今天是第二天，库塔金纳巴路。今天是我们第二天到，昨天晚上我们是11点多才到达酒店，就10点钟下了飞机，11点多到了酒店，然后呢回去睡了，早上起来吃了早餐，又去补觉，一直到今天下午4点钟，我们才正式出来开始体会东马的风情。那么我们第一顿吃的是什么呢？本来是准备去吃那个生肉面，但是呢据说最出名的那间4点半就关门了，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另外一家，我们的司机给我们推荐了叫做发迹的这个鱼杂粉啊，据说在这边也是非常出名的一家。他们说好像海鲜很新鲜是吧？啊，说这里的海鲜很新鲜。哦，是这样，肯定新鲜啊，你看才下午几点钟就这么多人坐了肯定新鲜，然后每天都不停的来人，那不可能有陈旧的东西啊，对不 对啊，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试试看到底好不好吃。我们叫了些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太懂，完全不懂。对，叫了一个是鱼杂粉，我叫了2份。嗯，然后呢蓝胖子说他不要吃鱼杂，他要吃斑鱼，就是石斑鱼粉，叫了一份。这是个纯的斑鱼的哈。对对对对，好像是个红斑鱼的，因为它这个颜色是红颜色的哈。斑鱼还有红斑鱼吗？对啊，七星斑好像就是红斑鱼啊。那你等一下问问他。对，然后这个是一个炒的。对，另外就是我家小孩，Tina 他叫了一个那个冬阴的，因为他喜欢吃冬阴。对，这是冬阴。我刚才其实尝了一口他这个冬阴。对，我昨天晚上吃宵夜在我们门口也是吃了一个冬阴汤，我觉得他们沙巴人做冬阴汤做得很好喝。没错，我吃了2顿了，都挺好吃的。这边那个人是马来人做的哈，这个味道很透哈。对对对。OK， 然后呢我先来吃我自己的这一份鱼杂面。坦率的说，它这一碗我觉得真的很实哎。这碗是10块钱是吧？对，你这个是基础的。基础的，但是它里面东西，而且它汤底有两种选择，已经很多了。而且它汤底啊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那个番茄的，一种是冬阴的嘛，对吧？对，我这个是番茄的 ，Tina 要的那个就是冬阴的。它这个我觉得基础的已经足够了，东西很多哎。这个应该是鱼肉，我觉得这应该是鱼肚吧。我觉得你那个好像是炸的吧，感觉是炸的，对吧？是炸的，没错。我要的是没有炸过的啊。然后一大碗粉，反正我觉得我够呛都能吃得掉。然后这应该是鱼丸吧，还是什么？好像是里面有鱼肚啊，还有鱼唇啊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这个是鱼丸啊。反正那个马来小妹那个送餐的说这是 mix 的，她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mix 的。这个老板是个好像是华人，剩下的那服务员全部是马来人。对对对，他这个鱼丸做的很好吃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手工做的，然后很新鲜啊，然后那个鱼的那个清甜的味道全在里面。是是是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这个米粉吃起来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正常的味道，番茄底而已。我就觉得比较惊讶的是，你看他这个鱼啊，他给了我1、2、3、4块。我跟你讲，我那碗里面鱼杂什么也好多，我觉得我都吃不掉。是不是沙巴人把鱼不当鱼啊？我觉得一定是。这碗这个石斑鱼的这个米粉才16块钱，好像我要的是个小份的。啊，16块钱。这鱼肉都好大一块。我在那个什么，我在那个 Aaron， 在那个 KL Aaron 去吃的那个，好像那个石斑鱼的那个海鲜汤啊，就是那个鱼头粉啊，都20多块钱。对呀，27、8一份。所以说他们这个鱼确实很便宜哈，是吧？因为这边沿海吧，可能是不是我不懂了，可能这边海鲜就是来这里就是来吃海鲜的，都是贱妹啊这鱼肉好厚啊，好赞。嗯，一口塞进去吧你
浓浓的胶原蛋白。好吃。OK， 我们这一餐呢已经吃完了，其实就是下午垫垫肚子的，因为我们晚上准备去吃那个鱼翅，去吃那个海鲜巴萨，去买海鲜去吃。海鲜大排档是吧？海鲜大排档。这餐一共花了多少钱呢？93.5。对。啊，我们五份儿。然后呢，还有饮料啊什么的。还叫了一个小吃。还叫了个小吃。炸腐他的那个、啊，我觉得他饮料特别便宜。啊。这个 coffee 才3块钱还是2块钱一杯？哎，东马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哈？虽然我今天才第二天到。但是我就感觉这边和西马不一样的，大概真的像很多观众朋友讲的，就是这边的马来人和华人，他的就是融合的那种感觉，似乎是比西马要好很多很多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的感觉是这样的。对，就比如说我们来吃这个鱼杂粉吧，这里面有很多马来人。对，虽说这个地方是没有猪肉的，但是实际上你看我们在吉隆坡也有很多，就是他其实不卖猪肉的，你里面看不到马来人的。没错，比如我们去吃那个鱼头粉的话，基本就是华人在吃，就是华人在吃。啊，但这里就很多马来人，而且他做工的很多也都是这些马来人。没错没错。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去吃那个马来人的那个排档，他其实烧菜烧得很好吃。哎，没错，还有那个炒粿条啊什么都特别好吃。他那个炒粿条炒得一级棒是吧？炒一级棒。哎，我觉得那马来人，而且他很热情，他很会拉客。给我的感觉就跟新马完全不一样。就是他们很有生意头脑。很有生意头脑。对对对。我怀疑是不是菲律宾人。他说是这里很多菲律宾人吗？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也看不出来到底是马来人还是菲律宾人。不懂，反正就是感觉他们很会做生意的样子。就是这一餐哈，我们的口味是感觉是如何的？就是番茄的，我们家都觉得一般，因为我们家不太吃这个番茄汤底的。对对对。但是它这个冬阴汤底的，对，因为每个人口味不同嘛，对对对，我们就一致觉得这个冬阴汤底的特别好吃。包括我这个不爱吃辣的人。对，然后它那个炒的那个干捞的啊，也特别好吃。就炒，它是叫炒鱼杂，还要炒米粉加鱼杂。这个我也觉得很好吃，炒得很香。哎，没错没错，一大盘，我小孩一口都没剩。啊，所以就是你们要是来的话，你们就根据自己的口味儿，如果你爱吃番茄汤底的，你就可以叫饭；但如果不爱吃的，你可以试这个冬阴的和这个干捞的。我说实在话，这个番茄汤底的不好吃，这就是我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爱吃。因为我在KL的话，我们没有吃过番茄汤底的嘛。对对对。我说实在话，你要讲这鱼头粉的话。真是首推还是这个等级啊，吃一次以后就是永生难忘的感觉。它主要就是汤头好，它这个汤真的是美得无比了，对不对？它主要还是汤头好，就是每个人的口感是不一样的。但是这家吧，实在是鱼肉实在是给的实在是太够实在了，太实了。这几块鱼肉吃下去以后，我觉得我这晚上得很晚才去吃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太饱了。为什么我最后要一杯咖啡了？我觉得我要解一下腻。而且我三女儿不是要了那个，也是要了鱼杂嘛，它里面有一个好大的那个炸鱼头。哎，对，她说妈妈我实在吃不掉了，你知道我们家吃饭不浪费的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吃掉，真的是超级实惠，一级棒。没错没错，这个绝对是一个，就你平常来填个肚子啦，然后它正属于一个价廉物美的地方，真的是。他说开了20多年了。对对对，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口味上嘛，我觉得还是选冬阴比较好吃，对吧？我不懂、这个、不懂为什么替人家选，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吃那种番茄的呢。不懂为什么，是不是他们做冬阴的水准就是很高，是吧？对不对啊？是的，这个我也是和你深有体会。OK， 我们这一餐结束吧。好，最后说一句，刚才问了一下那个收钱的那个小伙子，我看他是不是老板的儿子还是老板，这我就不懂了，因为我看很多照片都是他跟一些什么名人拍的。对，他说他们这个店也是开了20多年。是的，那也算是蛮长的了哈。OK。我带大家来逛我最喜欢逛的地方，就是菜市场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海鲜市场，然后一过来，它旁边应该是一个渔港码头，哎，好多渔船，很浓的那个海的味道。因为我是青岛人嘛，我是在海边长大的，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跟我来逛一逛吧。
这六个令吉哈，这好像就是我们叫笔管鱼吧，不懂他们叫什么，这很好吃，感觉是要烧汤比较好哈。这不知道是什么鱼啊？是杂鱼吧？小鱼哈，像是一种那什么，做饲料用的鱼。这是什么？这明虾吧？应该是明虾吧？对吧？26亿公斤。26亿公斤哈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要多少钱？它没有价格。How much? Ten. One kilo. 10块钱一公斤哎！哇。哇，这是虾米，就是我们晒干了那种，对吧？对啊，6块钱一公斤，不是虾米啊，好像虾米吧，我晒干了的虾米，肯定是喽。你回去晒嘛，海菜哦。这好像像个，我们叫龙须菜，不懂这叫什么？这可以做凉粉吃吧？应该是海藻，对。这如果是在我们青岛的话，我爸爸和我妈妈会用它来包包子的，对对对，好吃。凉拌肯定也好吃，好喜欢。哦，这个像葡萄一样的，你看。哇，这个鱼也好大，不懂这是什么鱼。What's the fish name? Hello, girl. Olin bawa fish American. What fish da? Amila. What's fish name? Amila. What fish da? 他自己不知道。24 kilo.三斤也好便宜，他也不知道是啥鱼，我也不知道啥鱼，我就觉得很美。这个老板也不知道是吧？好大。龙虾280令吉一公斤，我刚刚叫他称了一下，这一个正好是一公斤。上次我们在奇妙吃的龙虾多少钱一公斤？1000多哈。对。今天马上来一只龙虾，我现在不饿。开过了，这不知道是个什么参啊，感觉像刺身，因为像好大哦。好猥琐哦。这是个秃参好像、啊、这是秃参吗？妹妹呀，虾片吧，应该是不知道，花里胡哨的啊。放进去不要搞坏一点，我明白了。I'm coming down. 我以为我只看到你这个生命在。